没有人去参加那个武术性的分享，我还是很感谢的，回文回应的我的这个的想法，然后就真的可以办成这个活动，我就谢谢大家。那我是学以前大学的时候是学舞团体系的那个花旗拳，我连小花招还没练到，那时候就膝盖受伤，对，那时候就没有继续。那出社会之后才开始学咏春拳，那学的实际练习大概一年多，然后我们的系统比较特别，是还有教一点泰拳的东西，就是说师傅很重视那个打击的感觉。那有没有也学过咏春？对，就是那咏春的话，就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吃手的动作，类似这样。那在我们咏春拳常常是练习这个前手背接触的感觉，然后对，就是去训练自己对皮肤的接触敏感，还有说在我们中线，对，就是维持自己的中线。那我们在做这样的接触的时候，就在这个距离就尽量的去控制对方，然后或者是说做一些移位的动作。那咏春拳很重视这个操形，就像刚才大家有讲到说类似三角形的概念，就是说让自己可以处于在对方的斜角，那他的话就变成没有办法到我这边，但是我就是可以控制他。对，那咏春拳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概念。对，很好。